然后是对，常常联系我。打工，打工和志愿活动。什么工作？打工是，打工是在玩具商店。计算的工作。收运营，五个时间。 5个小时啊，5个小时，从4点到9点。啊，工资啊，工资是这种最小的，还可以，很有意思。1个月前我开始这工作。 1个月前，对，那是我忘记了吗？我记得好像没听你说过。啊，那，这今天我第一次说了。对，今天我们才说到这个兼职工作，我以前不知道。以前我想打工了，对吗？啊，对。但是，因为新冠肺炎的情况不好，所以很多商店关了，关门了，所以很多人不能打工了，招聘广告之犯罪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对，他们，写了照片广告，对，这是，电话照片，电话照片的，过程，对，这样的现在也很多，所以在中国也有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样的招聘软件，但是呢，怎么说呢？我听别人说，就是有点不太靠谱。拜拜。Well, there's no time to waste now trying to tell the world goodbye. Yesterday so far away and tomorrow. So friend, take my hand and let's go live. Another day, it might not be our last, but it's a step along the way.参加 HSK 4级考试。大家好，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Now you're falling asleep on the hood of my Jeep. And you're burrowed to cover your frown while the sun's going down on this desolate town. Oh, and take a good look at this picture you took and remember my face while I'm gone. No, it won't be too long. Oh, I'll be back back next May if this war goes away, and I hope I can stay for a while, oh, for a while. And when I get to the spots where the men are just shells and the whole world is cracked like the Liberty Bell, and the faces stare back with the plan of attack, and the voices have stopped and the boys have all fell, well, I will send you a postcard from hell. 소시지를 옮길까? 어디로? 여기야 옮길까? 응. 이야 맛있겠다. 아, 나도 좋은 카메라 갖고 싶다. 잘라요? 어 잘라. 아 맛있겠다. 이야 맛있겠다. 커서 뒤에 되게 첫什么时候？吃饭以后我去咖啡厅。2个小时，跟朋友出去玩了。一会儿我打算回家，因为我的家我家离室内很远。 所以现在我在咖啡厅，不能回家上课，坐公交车30分钟40分钟。对啊，中国很大，对吗？哦。 是吗？哇，30分钟，每周末40。去年我搬家了，所以我觉得很远。小时候住的家，住的人搬家了，所以我家人在搬家那个房子。 吃饭了，我和朋友2个人，对，好的。第一部分在哪儿？语法，对我说了，我读了一点也不，也读了，上面的。 去过，한번 갔어요.去过一次，这可以吗？那第一次来了是什么？对，去过一次中国。我有一个姐姐，我姐姐也戴眼镜。 然后，他的皮肤比我的，我都不知道，嘿，不知道怎么说，对吗？长得像我爸爸，头发短发，然后他的，他的，他的头发头发颜色是红色的。还有我不知道啊，他个子比我矮。没有，拜拜，谢谢老师。 最有扇贝，我觉得最有名就楚给古，我觉得最有名的还是这个，就是开尔古素，但是它是那个帕吉拉开尔古素，因为一般你去。 我说什么？我对他说的时候，他如果那故事啊，他对那故事很感兴趣，他活泼很多，对。 那冷冰冰，然后我姐姐，常常联系我，一起吃饭，所以上大学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好，比以前更好。好的，周末。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我不会游泳，我学了游泳，但是我不会。那为什么选了中文专业呀？是喜欢中文吗？对，我写作业后睡觉。 因为这周我有6个考试，考中国文化。问的什么意思？我们进超市买点儿。老师好。山越高，路越难走。我这个电影越看，这个电影越看越好看。 他越笑，我越担心。不是，我没有这个打算。谢谢老师。好的，明天见。再见，拜拜。